静静，今天情人节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呢，媳妇都来了，在家等着呢，赶紧上厕所，厕所走了啊。静静，等我一会儿。别说话，静静，等我一会儿。喜欢来了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。相亲了啊，静静，你看静静美的，老八就八妹嘛，是吧？小静坐下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听话的，你让干啥的干啥？还是得听话。过来来，相中你。哎呀妈呀，我今天说的相中你。完了，别你也不愿意了，这又该骂了，该。嗯，他们又骂我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妈，又该骂一句，我说他又该骂了，应该。小金找三弟来帮忙卖账。一个人。打不过你我，还骂不过你啊！秦明卖账从来没输过。骂谁呀、啊？这吧？这骂人呢？这吗？麒麟胜利，不跟你玩就骂人是吗？